冬奥会的成功举办，我国也实现了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庄严承诺。无论南北，大伙儿将用实际行动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，为每一个为梦想而努力的人们点赞。要说现在冬奥的顶流冰墩墩火了，大家想得到冰墩墩，那可真的是一墩难求啊！但是大家没有就此放手，于是有了各种各样的冰墩墩。听说冰墩墩一墩难求，安排。如果问这几天谁是北京冬奥会顶流，吉祥物冰墩墩必须拥有一席之位。市场上一墩难求，这也激发了网友们 DIY 的热情，开始创作各式风格的冰墩墩，实现一户一墩。棕边版、木雕版、斗字版、多米诺版、冰雕版、3D 打印版，网友们脑洞大开。谁能给我一个冰墩墩？为助力北京冬奥会，宁夏银川市兴庆区的赵子明与14名学生用1200个魔方，耗时3小时，一起拼出冬奥吉祥物冰墩墩，为冬奥加油。除此之外，2月9日，浙江绍兴 Tony 老师的冰墩墩也上线了。最近嘛，大家都刷到冰墩墩嘛，就觉得蛮好玩的，都买不到嘛，我要到冰墩墩，我说可以给你剪一个。理发师王先生表示，最近冰墩墩比较火，都买不到。来理发的这位顾客比较熟，聊了之后就帮这位顾客剪了一个冰墩墩的造型。这个挺快的，就差不多8-10个小时吧，这个效果还蛮好的，形式让客人也挺满意的。因为之前就开始了在客人头上剪图案，所以这次给这位客人剪的这个冰墩墩造型也很顺手。凭借自己的技艺，让客人实现了冰墩墩的自由。Tony 王和客人都很满意。看了各式各样的可爱的冰墩墩，大家伙制作冰墩墩的欲望有没有被激发出来呢？赶紧动起来！当然啊，冬奥会纪念品一直卖到6月份，想拥有冰墩墩的也不用着急，想实现人手一墩大有可能。